冈山这间大楼发生惊悚意外，汽车升降机故障，铁链疑似断一边，人车居然一起重摔，吓死人。27号下午，一家三口回到自家机械停车场，坐在车里正要从一楼下降，却突然摔到 B1 急速坠落，其中两人腰痛送医。现场两名伤者腰痛，意识清楚。哎呀，落来是落几层楼的深度啊？请问几层楼？而在板桥府中商圈也有惊悚电梯坠落事故，消防紧急到场，热心民众赶紧指引救人。女子带8岁侄子搭天桥电梯，却突然故障，直接从2楼高速坠落，女子疑似脚踝骨折，小朋友也肢体擦伤，双双送医。现场电梯已经封锁，等待调查。当时正在办万圣节，搞什么鬼活动就出包，来往人潮多，也让民众心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